您是否遭受因长时间在办公室里坐着而导致的背部疼痛？当您觉得保持正确姿势不容易时，您是否察觉自己的姿势已经变得懒散、不良了呢？那可能意味着您正在面对不良姿势的问题。虽然不良姿势可以被纠正，但实践改变并不简单。被忽略的长期不良姿势可能会对脊柱施加压力，对您身体的天然曲线造成改变，从而加重您的脊柱侧弯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为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Scolia Posture 脊柱侧弯体态纠正器，一款用于提醒您把肩膀往后拉以及训练您的脊柱对齐，让您逐步迈向良好姿势的创新设备。该设备以两只金属杆为设计，目的就是加强与稳定脊柱，并且提供强大支持，以改善您的姿势以及缓解背部、肩膀、颈部和锁骨疼痛。简易的将该体态纠正器围绕您的腰部，并把条带系在肩上，将您前腰上的条带系好并控制肩上的压力。一开始一天佩戴20至30分钟，再慢慢每天增加1至2小时，渐渐的您就可以训练自己的姿势和整体脊柱健康，同时拥有更优质的生活。想要了解 Scolio Posture 脊柱侧弯体态纠正器，今天就前往我们的网站 scoliolife.com。